我来又来买煎包了，还有这个特别好吃的煎饼，我们那边没有这个味道，特意来买的。那边还有一个紫饭团，又来晚了，我已经来两次没买到了，加了老板一个微信，回头看您就给我留两个。可想这口了，我们那里没有这种的，加甜面酱甜口的，多漂亮。刚才那家没买到紫饭团，我又换了一家，就在这现做加油条，其实就是糯米饭团里面加油条，一个往里加点榨菜肉松，一个是加白砂糖，很好吃。我在他这里把这两份锅贴吃掉，凉了就不烫汤了，这个趁热好吃。二两，人家都是按两卖，我们那边就是按份，一份18个。汤已经没了。还好还是热的。太好吃了，煎饼1200，刚出锅时候好好吃，它里头就是啥果篦、香菜、葱花、榨菜，还有甜面酱、辣椒。我尝尝这个就是我刚去买紫饭团，他家但是没有饭团的那家，他家现在有煎饼果子、鸡蛋灌饼、韭菜盒子。粉条、韭菜还有肉末，这个还是挺好吃的，就是整个盒子它是油炸出来的，不是煎出来的。牛肉煎包，像炸的面包，里面是牛肉球，
是牛肉大头菜，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牛肉。太硬了。